相当出名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原唱者是李香兰。我特别喜欢在晚上唱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在形容有一种花晚上才开，而且晚上才香的一种花。你们猜得到是什么歌名吗？夜来香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，那这首歌呢，几乎所有唱歌的人呢都必须唱的一首歌，因为它很考你演唱的一些实力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只要是歌手没唱过这首歌呢，基本上就不合格了。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想把歌唱好的话呢，夜来香是一首必须挑战的一首歌。然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夜来香代表了一种怎么样的意义呢？晚上才开的花基本上也是上帝创造的花，他给我们知道，即便在晚上，上帝的恩典和馨香如此的围绕我们，提醒我们神的爱是无所不在、无孔不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晚上即便是一朵简单的花，也是神恩典的花，那我们唱的时候呢，感觉就自然与众不同。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有时间、嘴巴有空的话，跟我一块来唱好吗？夜来香送给大家，谢谢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一声细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啊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吹来起，我爱这夜色茫茫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啊啊，我为你歌唱。Yeah.